我们每次去台南，朋友都说去台南要吃温体牛肉，牛肉是最有名的。提供几家？我们企业广告了，我不大敢讲特定的一家，因为你如果只讲这一家，其他那家就。最近啊，这网友都很好奇，是说燕宁的妹妹黄智贤比较在骂绿，但最近好像这个风格有点转变，是哥哥到了他妹妹的账号，本人行事光明磊落。明玉啊，台南市的政治版图变化，龙介兄啊，一心干多我几郎，到底未来二十年还有没有机会呢？国民党提名谢龙介当然是。明玉啊，台南是不是铁板一块？报告总统，你刚挖洞给我跳。明玉啊。不要再挖洞给我了，总统，你再问我就流汗了，我已经开始流汗了。